精明，好像是。你还讲我是林碧露，妈是林碧露，她是隔代教养啊，所以才会长这么肉。以前我妈也养一只狗狗，也叫碧露。啊、哦，真的。她刚才一进来，我先亲她一下。哦，真的、啊。所以她很开心。她怕不住。哦。这一物治一物，没错。我们这整个屋子最大的就是自己。因为他们这种不过亿的狗，他们被训练的第一件事，碰到猫的时候绝对不能反应。最近真的是。地方的活动还是很多，那现在又有疫情怎么办？他们还是会比较严谨的防疫，但是还是照办，因为现在也没有升级嘛，okay. 但是主要当然就是经过了一月九号之后，大家心情都是抱着一种可以好好过年的心情，放松的在提醒大家防疫，所以变得要讲一些这个要帮大家酸的事。你蛮爱吗？我蛮喜的。对啊。我蛮喜爱铁心大员工，你第三杯去煮杯。对啊。你是不是有物件要送总统？我是铁心大员工。哦，好耶。我罗泰尼和阿林好，四通通。妹来，上好你，你爸爸一定有跟你讲过啦。下面有个民族，下面有个选举包，来做活动的哦。你看，哦，是本书给你看哈。哦，晚上请爸爸公公来听。不客气。哦，这么高带的东西。哇塞，张好命。喂。你有罐罐呢、欸？你有罐罐，喜欢年纪比较大的罐罐、欸。谢谢，谢谢总统。还有呢？哎呀，啊、这是我的狗狗最爱吃的新年七只鸡腿对啊，这是你过年可以吃的。我这里你好多零食、啊。那结果乐乐来，今年过年。他们吃饭的时候会听，但吃零食的时候是不听。吃零食不听吗？因为被我惯坏了。这家有重听，但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没有重听。这个服役很辛苦啊，服役了6、7年，辛苦的很辛苦。啊，这两只是那种专门教学用的。哦，他们是教学，他是真的有服役。啊，这两只是同胞。同一胎的哦，学弟，老太太的母亲。哎呦，你吃好多！好利快乐，好利健康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谢谢。